之前埋下的暗线，该让他发挥作用。已经有加速队员加入他的阵营。终于，我会拼尽全力来阻止。猎人失业，哎，猎人杨翔，这没处躲啊，兄弟。太危险了，这里。这节目真是越录越紧张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手机，抢我手机干什么？我挡住他，你快看。你怎么就做完了呀？对啊，不是我们先拿到的线索吗？如果我们想警报，找到红队的人，就贴着他们。开始这么玩。要抓一起被抓。快抓！冲！努力往前跑。走，上，快！猎人来了！走。这边也来了，跑！守能者被猎人抓捕，该怎么样归零？我们又被抢回去了，就快了我一步。周六晚10点，全员加速中，2023。